家豪，我的名字是布莱恩·林佛斯 （Brian Rainforth from Rainforth Art）。我用普通话传达这个信息是因为中国人民对我很重要。我有几个中国朋友，我想把他们包括在内。请原谅我的发音和语法错误。我应该在大学增加你的学习。我是个艺术家、画家。我来自居住在北美的克拉玛斯人 （Klamath Muckluck）。我们是美洲印第安人，美洲原住民。我们了解到中国人研究了有我们的一些历史，我们对此表示感谢。今年开始了200天赠送100幅画的实验。这些是我很早的练习画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开始变得更好了。在 Instagram 或 YouTube 上关注我 WhatsApp 将推出。每个一天，我都会选择一个追随者的名字。如果你的名字被选中，我会邮寄给您一幅原创的签名画作。是的，我甚至会邮寄到中国。非常感谢你们，我很快就会见到你们。